干饭人，干饭魂，干饭都是人上人。哎，但是将干饭还有学校联合在一起的，那我只能想到一个，那就是技术学校。要说技术学校呢，早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盛行我国。那么什么是技术学校的小伙伴们？哎，所谓的技术学校就是将你技术到学校里，哎，就是这么的非常简单。像当年的默默，我也是有幸尝试了一下这个技术学校的感觉。哎呀，那种生活呢，真是一言难尽呐，学费老高，生活质量却完全没有提高呀，兄弟们。如此这种情况下，为什么家长还是愿意把这些孩子送到这些地方呢？哎，讲到这里呢就很关键了。这些学校呢，他们经常会打着什么旗号呢？打着帮你的孩子戒网瘾，任何疑难杂症我们都将以柔性劝导的方式解决。这话呢就传到我们的家长耳中了。家长一听呢，那可不得了了。哎呀，这学校这么神呢，我那娃娃每天回家啥都不干，抱个手机一直耍，那真的能帮咱解决吗？哎呀呀呀，这位家长慧言如炬呢。咱们学校呀，专门帮助这些调皮的小朋友啊，重新找到人生轨迹的正确方向呢。嘿，要叫我说，全都是胡说八道，小伙伴们。你们仔细想想，正儿八经，如果真的是不爱学习，就爱玩手机的，你把他丢到这种学校有用吗？没什么用，结果会变成什么？一群不爱学习的、没有手机玩的人，成宿成宿的搁那儿聊天，说了3年的话都能写成十几本小说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刚刚有一个词汇，小伙伴们还是有疑问：柔性劝导。哎，什么叫柔性劝导呢？上课交头接耳，不小心被趴在窗户上的班主任看见，好的，当场拖出来一顿暴打。晚上宿舍聊天，被门口的教务处员听到你没有睡觉在说话，怎么办？当场拖出来一顿暴打。偷拿手机被发现，一顿暴打。谈恋爱，一顿暴打，然后开除。反正呢，是能用暴打解决的，他绝对不会跟你多说半句。就在刚刚，我简单的上网搜索了一下，果然这种学校现在依然存在。我们可以看到某某技术学校全封闭技术室，改变叛逆孩子，感叹号。哎，感叹号意味着什么呢？兄弟们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，你要是还是不懂，那我就只能一顿暴打，然后告诉你答案。哎呦，那么话说到现在呢，哎呀，其实呢也没有我说的那么夸张啊，什么什么都有挨打。当然呢，挨打呢一定是那些特别调皮的孩子，但是好学生在那里呢也会非常的抑郁。毕竟每天吃饭到食堂这一段距离呢是需要通过冲刺来完成的。哎，但凡你跑得慢一点怎么办？去了食堂，好吃的都没有了。行吧，你说剩下那些难吃的，你说吃还是不吃呢？那没办法，必须得吃呀。所以呢，站在过来人的角度上呢，我还是建议小伙伴们不要轻易的去寄宿学校。如果非要去呢，那一定要去名牌重点的寄宿学校，哎，至少能保证里边都是好孩子嘛，对吧？没有人影响你学习。一般的就算了，好家伙，里边一个一个都不学习，那你说你还学什么？所以呢，与其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下，相比在家里，那是真的非常舒服了。至少呢，你学饿了啊，半夜起来父母能给你做碗饭吃啊，困了自己还能睡一张床，还没有人吵你。哎，这日子过得多舒服呀，这学习成绩还提不高吗？同时也有很多粉粉也即将面临高中的生活了，默默也祝你们在高中的时候一定要打好基础，将来能考上一个非常理想的大学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哦，拜拜。送给墨渊的地图，超坑墨渊会。好家伙，现在坑我都有会了，看来这是一场有组织、有纪律、有计谋的隐藏坑人大会的。哎，这个关卡怎么看起来似曾相识呢？哼，果然是一个会的。你看完了吗？没看完呢。看完了就走。好的好的，默默，我是你粉丝，这是第一次跟你做的地图，希望你喜欢。这个地图超坑，你要记住，住着是一个女粉丝啊。女粉丝是吧？想不到年纪轻轻的女粉丝就已经这么狠毒，要做坑我的地图，那男孩这还了得？我每天看你视频，我可是铁粉。哦，是铁粉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看我视频？现在估计已经摔了吧。来，老规矩，咱们先看看后边。哎，
哎，这不就有开关了吗？雕虫小技，这边也凑丑，没有，那咱们直接拿道具走吧。好家伙，还给这么多岗，这是干啥呢？那个小，哎呀妈，这么多棋子，这些胖萌萌上路的时候饿了呢呀？拿了吧。哟，还有一个箱子。哎呀，这么多藤蔓，这是啥意思呀？这是要让我用藤蔓爬上去呀？太小瞧我了吧？你竟然这样侮辱我！我告诉你，你是小瞧我的百段跳吗？接下来就让我用强者的方式终结你这一关吧！我们走，走啊，走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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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啊！真正的大师永远抱着一颗学徒的心，我们就这样爬上去吧。想不到老夫今日竟然折在这小背手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到达最后终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不能掉以轻心，咱们潜行一段距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。来啊，好像没事儿。骑上我的小骆驼，带你去看日不落，收你我的双马花，带你参观我部落，当当当当小月。啊哈哈，你走错了，回去吧。真是的，你看我想理你吗？真是的，烦死了，一天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。你们这样来回折腾一个老年人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我没有良心。哼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闯你的正式关卡，看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招。哼，咱们刚刚不是找到开关了吗？那话说这个门啊，所以你开局家里藏的那个开关有什么意义？我问你。好，我们后面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哇塞，好，我们后边一定要小心一点，我看你这个粉粉还能耍出什么花招。哼，我们只要快速通过这些简单的障眼法关卡，然后一个二段跳直接闯到了下一关，最后一个三段跳来连跳成功。哦，接下来是一个门三段跳，门三段跳就简单多了，我们直接跳门就可以了。哼，雕虫小技，你还有什么花招？哦，一个记牌，不在这里，在下面左上角第一个方块的闪星方块用镐子挖掉。什么是左上角的闪星方块？挖掉方块我们就会获得信力了吗？来，然后呢？然后怎么没有获信呢？好几个粉粉跑酷跑着跑着给我整开解密了是吧？啊，你以为你这就能整得到我莫小龙吗？咱们先把能挖的东西全给他挖上一遍。哎，奇了怪了，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条线呢？这个线下边该不会有藏有什么秘密吧？嗯，果然有猫腻，咱们把另一边的这个石头也给它敲开。难道粉粉是在这个地图除了建图以外还做了什么奇怪的实验？前边还有一个小暗房间，咱们过去。兄弟们，来，兄弟们，恭喜默默闯关成功。哎呦我的妈！